刚才进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实在不能忍耐了，大声的跟他们吵了一架，就做这些事儿吧特别让人瞧不起。周末的时间哈，带上两个娃来到 Richmond 的这边是 Olympic Oval。 那其实今天这边这个活动非常的特别，因为在加拿大地区会有四个城市会举办一个叫做 Nintendo Cinema Experience 的活动，其中唯一的在 BC 省举行的这一站就在 Richmond 的 Olympic Oval。 那今天的活动呢，除了会有马里奥兄弟大电影之外呢，还会有很多任天堂游戏的试玩和礼品的免费的派送。那看到这个活动，我就帮孩子们已经注册好了，现在还有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我们大概排在第三第四的样子，等到一个小时之后晚上六点就可以凭票入场了。我看见很多大人小孩像我这样啊，戴着马里奥的帽子或者穿着马里奥的 T 恤，所以任天堂真的是一个没有年龄阶段区分的，老少皆宜，全民都喜爱的，都可以参与的。一会儿进到现场让大家看看活动里边的现场是怎么样的，以及孩子们最关心的今天可以拿到怎么样免费的礼物。走起啦！娜娜跟我说她有一点担心能不能拿到免费入场送的玩具，是前200名哈来的观众都会有玩具可以送，看着我们应该排在至少前50吧，看看待会能不能拿到。那你觉得呢？我觉得我不知道。Let's see。娜娜今天是 Nintendo 红色的 T 恤，达达今天就戴上 Mario 的帽子，然后凑数穿了一件 Pac-Man 的 T 恤。让你看排队的人有多少啊，从前面到后边。前面这根朋友呢非常的有意思哈，他一开始呢大概5-6个人在前面，然后不停的进人进人，现在大概有10好几个人在我们前面。刚才进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实在不能忍耐了，跟前面那一帮朋友讲粤语的朋友大吵了一架。为什么呢？他一开始在我前面大概排5-6个人，然后不停地往里加人，不停地加人，加到11-12个人了。我一看也快进场了，我就忍了没说话了。但其实很不公平，因为后边还有那么多人在排队，后边的人可能就拿不到礼物。然后呢他又在最后2分钟又要往里加2个大人，我就真的是急了，大声地跟他们吵了一架。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海外的华人丢脸啊，就你做的这些丢脸的事儿，就让我们这些守规矩的人都要跟你一起蒙羞，都要跟你一起背锅，都要跟你一起丢脸，就特别特别的丢人。他还跟我讲，他说并不影响你拿礼物。没错，我拍前面我当然不影响了，但是我跟他说你要跟后边还在排队的人去说道歉，去说对不起，你让后边的人，就因为你加5个人，后面只有5个人拿不到礼物，对不对？就做这些事儿吧特别让人瞧不起。这边是 Pikmin 4的区域，等等，你说你要什么？你想要个 Pikmin 4。今天的游戏就有 Odyssey、 Mario 3D World、 Bowser's Fury、 Mario Party、 Kirby's、 Mario Kart、 Super Smash Bros、 Legend of Zelda Tears of the Kingdom、 and Pikmin 4。你是问那个 Mario 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假的。It's real. If you feed a mushroom to him, he can grow bigger. Do you want to try?
hands, so watch out for those. I don't want to see anybody getting their knees skinned. To behind the screen and head to the left of the screen, out and around and down. That's where you can find your restroom. Bye bye. The tournament is only for 13 and above. 还有年龄的限制哈，要13周岁以上才可以，所以只有我能参加啊。那我们就凭这个发给我们的一个卡通形象哈，去他这里签到一下，然后就会安排你的比赛的场次。达达，为什么他会给我一个 Mario？ 因为你没有个 Mario 哈，他就给你。四个赛道，吃亏的在于我没买 DLC 啊，这些都是 DLC 的赛道，我也不熟悉，真的惨，一脑门汗啊。Richmond. It's been my delight to be your host at MC.